是我的方向，从现在出发，去尝试从来没感受过的寒潮，这就是我的渴望。和你一样，当每次的掌声为我而响亮，总会有一种感动在心中荡漾，一路上有你陪伴。世界，我是李思思，在这里呢要说一声欢迎，欢迎电视机前的您，同时也欢迎现场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开场歌曲《舞动梦想》唱到的那样，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啊都或多或少拥有着属于舞蹈的梦想，也许有些人呢将它付诸于行动，有些人将它长存在心中。无论如何，我们这方舞台向所有喜欢舞蹈的朋友们敞开，别忘了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在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舞动起来。那刚刚和我共同配合完成这段表演的是来自北京延岭舞蹈学院的同学们，今天呢他们将在我们这方舞台上为我们拉开一场关于踢踏舞的视听盛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延岭舞蹈学院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火焰之舞，有请。
其实提到踢踏舞啊，踢踏舞有很多的不同的种类，像美式踢踏、英式踢踏、爱尔兰踢踏。刚才我们这段火焰之舞呢，就是爱尔兰踢踏的一段舞蹈作品，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了。但是其实爱尔兰踢踏舞它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基本上上半身的动作很少，基本上是脚上的动作，对吗？对的，上半身必须要保持直立，手不可以动。对，所以我看到刚才这个男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舞蹈片段啊，很不容易，因为完全是看我们男孩子这个脚上打着节拍，然后彼此又能够有心灵默契，根据同样的节拍来完成这个舞蹈的动作。当然说到这儿，其实足见我们引领舞蹈学院的这个舞蹈功力啊。当然我们常说严师出高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就是引领舞蹈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踢踏舞国际级评审严玲老师，掌声有请。欢迎严玲老师。您好您好。哎呀，又见到严玲老师了。您刚才一直在后场哈，看到自己同学这个学生的表演了吗？看到了。觉得他们今天表现得怎么样？应该也就打80分吧。您这分我们都觉得能够打100分，你怎么只给打80分啊？还有很多漏洞。嗯，刚才衣服落在舞台上，这就不行。从表演上，从气质上，从手的摆动上，现在还有人在乱动手，这都不都要扣分的。朋友们看到了吗？就像我请严玲老师上场时说的那句话，严师出高徒啊。你看严玲老师对于艺术的这种严苛，从这样一个细节就可以体会出来。其实踢踏舞有很多的这个强身健体的功效，对，是吧？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大伙儿了解一下，我们踢踏舞其实是可以从舞台上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没问题，踢踏舞它就像我们所有的健身活动一样，它还更加一个更字。为什么？它是健脑、健心、健身、健美，这几条都占了。健脑。健脑。健脑是因为我们这个。它左右脚，包括身体的配合，它是大脑、小脑的支配。嗯，健脑、健心。健心，那心肯定是的了，因为它活跃你的血脉。而且本身就是身心愉悦跳舞。对对对，而且很愉快的。健脑、健心。健身健美那甭用说了、哦、对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踢踏舞啊，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表现，同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作为我们健身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这两位也是很多常年关注我们舞蹈世界的朋友并不陌生的，严芳琪、江少峰。对，他们参加了两次咱们台里组织的这个风云榜的比赛，踢踏舞的比赛，都获得很好的成绩。我听说他们现在还有另外一种身份，不仅仅是学生了。经过将近8年的训练，现在已经大学毕业，现在留校作为专职的踢踏舞老师了。真的，严老师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为什么？因为能满足感吧，然后得有成就感。嗯，因为从把他们从不会，然后教到很棒，甚至拿成绩出去比赛什么的，都很有骄傲感。其实通过当老师的这种执教的经历啊，也应该可以体会得到，就是严玲老师当年培养你们的那种用心良苦。嗯，是的，很辛苦。很辛苦，当然也很欣慰啊。我也问问江少峰。江少峰，我之前听严玲老师介绍说，现在已经是第一代踢踏舞王，是这样吧？是的。嗯，这个作为舞王当老师，是不是感觉也不太一样？其实一样，也舞王是舞王，老师是老师，对，当老师的时候就是老师。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学生特别严厉？没有，就是只要他们认真学，我会喜欢很放松的课堂，对。也不会对他们，比如说表现不好的同学，或者是。那当然要严厉啊，不严厉他怎么会好好学呢？这样好不好，严玲老师？您看，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然后两位现在已经变成了老师，能不能让他们带领自己的学生给我们来一个汇报演出，看看他们的教学水平到底怎么样？好的，他们已经做了准备，让他们表演一下。好，那谁先来啊？我先来吧。你先来。对。好吧，那我们掌声有请江少峰老师。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山看了沙漠，空依然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我们一转变成了旅途，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找自己。哎呀，真棒！这是到最后都没找着自己，所以就累坏了，就躺在地上休息了，对对对对对，是吗？刚才我注意到，其实你的那个跳的踢踏舞和最开始我们火焰之舞呈现出来的爱尔兰踢踏不一样，是美式踢踏。没错，是美式踢踏舞，嗯、是一个。属于美国的百老汇的一种踢踏舞。美国百老汇踢踏舞它是有唱的形式跟跳的形式融合在一起。哦，就像音乐剧一样。对对对对。又有唱又有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累得满头大汗的。对。但是其实美式踢踏和爱尔兰踢踏不同的是，美式踢踏更加的自由奔放了。对对对。据说是在美洲大陆上，是将爱尔兰的这个木屐鞋，还有我们原始的这个舞蹈，以及非洲的民间音乐进行了结合，才形成了这种美式踢踏的风格。美式踢踏注重于自由。嗯。更注重于放松，注重于各种不同的音乐。对，要有个性，对，比较有生活，对，所以在这样自由的舞蹈当中啊，更加好的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关节，包括我们对于音乐的那种感知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在舞蹈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美式踢踏，也有很多人在美式踢踏舞当中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性。没错。嗯，这个江少峰刚才是带着自己的同学们给我们展示了你们在课堂上的学习成果，接下来你有没有探听一下这个严芳琪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和节目？好像还不知道，大家我想看了就知道。好啊，那我们眼见为实，接下来我们有请严芳琪和他的学生们。
师是带着自己学生跳了这舞，这你是你、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着你。这个舞蹈是我特意给他们编排的，叫七彩旋律。对对啊，这样讲就明白了。其实严芳琪在刚刚这个作品属于幕后英雄。但是其实在刚才的这个舞蹈当中啊，我也有第二个疑问。我们知道这个踢踏舞啊，是这个脚步敲击地面产生节奏之后，随着节奏来跳舞。这是个我们印象当中踢踏舞都是要脚和地板要产生一些声响的，但刚才那个舞蹈静悄悄的，除了音乐没听到声响，为什么？那个它就是爱尔兰踢踏舞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软踢，它的脚底下是没有铁板的，然后就是要靠脚的力量向上，是一个基本功，就像芭蕾一样。其实练习爱尔兰踢踏也有很多的好处。是它能让那个后背有挺拔的感觉，然后很有自信，然后腿部线条更向上，就是整个都是向上的感觉。对，比较好。所以也是这个我们大伙儿平时工作忙或者是工作闲暇之余，可以简单的练练爱尔兰踢踏哈，来把我们这个身体线条更好的体现出来。这样吧，严老师，您看刚才啊，这个江少峰江老师，人家不管怎么着，人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啊，展示的很棒，是美式踢踏。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应该带着自己的同学们给我们来上一段？没问题。严老师就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美式踢踏的展示，其中还结合了街舞的元素在里面，啊，挺有意思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作品。踢踏舞啊，
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但其实呢，这个美式，不管是美式踢踏还是爱尔兰踢踏，都是很好的可以运动到我们脚部和腿部，包括整个全身的这个关节和肌肉，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放松和健身。但同时我们知道这个脚上的穴位很多，所以呢，这个经常做脚部的运动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我不知道两位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一些建议吧，就是多大年龄段的观众来学习踢踏舞更合适？我觉得4到70岁，甚至75、80都可以，就是没有年龄的界限。那最开始如果接触的话，是接触爱尔兰踢踏更容易，还是美式踢踏更易学？看你喜欢哪种更多一些，我觉得。